迎收看国光帮忙。宅男女神在演艺圈造成不小震撼，除了成功虏获男性目光外，人气高涨的宅男女神们也纷纷在演艺圈闯出一片天。今天请到五位人气超高的正妹参加新一代宅男女神比赛，最后赢家会是谁呢？宅男女神鉴定团将发挥专长，评断参赛正妹的优劣，究竟谁会是他们心目中的最爱呢？我是宅女性幻想对象，我错。大家晚安。Yeah. 今天美丽的助理是谁呢 ？Hello， 我是今天的助理主持春春。今天要讲的是，今天的主题是国光帮新一代宅男女神选拔比赛。哎、yeah. ，现在呢很奇怪，就是宅男女神大家都在抢。很多人都挂着宅男女神这个封号，对，哦，走红。那请问梁鹤群是宅男女神要具备什么样的？我想天真无邪，疏于你而不染就对了。比如说之前那个沙很大的瑶瑶，对不对？豆花妹，就是那样子就对了。是是是。Okay.是，那班姐她有一个宅男包，对，后面是一般的宅男女生手册，哇塞，但是前面是，等一下，她才一般的，好，她是像一本，对啊，收集成册，两本，对，哇，三本，哇塞，那我们先从普通来看，对对对，从普通来看，随便拿一本，哎呀，这谁？哎呀，不是你是谁啊？来了，是英奇啊，不是童哥，他怎么会不长眼弄这一本来干嘛呢？是，我都带嘛，没有别本了吗？你有，他刚好是抽到这一本，干嘛在人家伤口上撒盐？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！这是这个表，这个节目不行。哎，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，历历在目啊！走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哇塞，等一下。一张要多少钱？一包大概平均一包有十张，对，一包90块钱。对，哇靠！那你这样总共花了多少钱？哇，撇海了，撇海。其实如果你一盒一盒卖，是比较便宜优惠。对对 对, 對。你收集这些总共到目前为止花了多少钱？这一本花大概20000。这一本啊，对，但是因为它整个市场都其实蛮好的，所以它这个一定到3万5。不是你都看这个，人家都看真人的。真人不是，哎，这样子，不是真人不一定好啊，因为你花可能超过20000。前面拿出来之前，我先问两位，你们心目中的宅男女神是谁？好，殷勤啊，来下一位。不是啊，你是谁啊？是是是是，你是谁啊？谁啦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最近如果大家讲出来，大家应该了解，不是香港有很多的嫩模，嫩模。对，比如说那个 Angelababy 啊，还有那个周秀娜，对不对？周秀娜是嫩模，对，哎，对，那，然后最近上节目又真的遇到周秀娜本人，哇，那天真的，哇，那真的是宅男的 favor。周秀娜就是压倒你跟殷琦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不是这样子，不是那个安哥，你不是说最近有什么新的宅男女神？是真的，你是介绍这几位，是，那你心目中的呢？李玉芬哦。你有收集吗？他在前面，他在前面，他属于前面的。哎，他讲到什么他都有，对不对？哎，他讲到什么他都有，那他会不会有什么罗碧琳、马士利？这一本很贵哦，这本收集他们20000，现在10万。哦，而且哎，等一下，他们都有这个封套哎。对啊。我操！这家专门去买的、啊。哇塞，他把哇塞！我打开只那样迷迷蒙蒙只看见一片肉。哇塞！哇塞！哦，他就是前面单张，但是后面就是聚成一张。后面的宅男们，请问你们心目中的宅男女神是谁？我比较喜欢安心雅。安心雅，来，锦堂，我也是喜欢安心雅。安心雅，来，安心雅，安心雅举手。5票哎，4票。豆花妹的举手。李玉芬的举手，
其实我怀疑哦。我怀疑所有就是喜欢安心雅是玩电动过多 ，OK， 电动过多，他代言很多游戏啊，是不是？电玩，是不是电玩的关系？是不是？哦，长大一点吧。你们这安心雅，我跟你讲，安心雅送过我一套那个宅男女神卡，一整盒的。你们开价多少？好，来出价，五万的举手。五万，带他签名哦。十万，不止。哇塞 ！OK， 那你出价多少来？应该二十，差不多。成交。我们光帮呢又选了新一代的宅男女神，首先是这位，请先看照片。有没有？有，来打个分数，各位。好，等一下，再来第二张。好像那种又宅又萌，好日本模特，宅又萌哦，萌是吧？好，这个因为我们今天有在那个网站上哈，有告诉大家说我们要选，他的评价，来，请看他的评价是：他好可爱，我好喜欢他，我第一眼觉得他有点像王一人。我有猜对吗？第二个讲，拥有一双像猫咪一样慵懒又勾人的电眼，总是给人多变形象的他，可甜美可冷酷，是樱桃小编的爱模之一哦。虽然骨架小，个头也不高，但拍起杂志及网拍却是十分具有架势。你看很熟的、啊，好，可亲，真可爱。有邻家女孩的气质，但上浓一点的妆，真正打扮起来看起来又很特别。我喜欢她漂亮的猫型眼，猫型真是电晕我了哦！这就是所谓的猫型眼。对，但是猫真长这样，大家谁敢？是不是？好不好？好，让我们欢迎第一位，可亲。朝圣女神即将现身，小心口水流满地。参赛者神似太作，把妹嗨不起来。那有没有人说你像哪个明星？像王一人或张韶涵。其实我觉得有点像迪姐。不要这样子嘛，大家在这做节目提到他会不玩啊。他有酒窝又有梨窝，哎，更。来自我介绍一杯气。大家好，我叫可亲，谢谢。嗯，今年几岁？23。现在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？平面网拍，然后杂志。OK， 从事网拍杂志多久了？大概快3年。快3年。对。OK， 那有没有人疯狂追求你啊？就是会加 Facebook 这样子。那你在路上有人认出你吗？可亲。我都会吓一跳。有没有这样？有，就会说。你是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等他就是讲出名字，我再说哦，对，我是。然后他就说，对，我是。然后就说你是可亲吗？我说对，我是。他说可以给你照相吗？这样。对啊。那有没有人说你像哪个明星？像王一人或张韶涵。比较像王一人。其实我觉得有点像迪姐。有没有一点？不要这样子嘛，大家在这做节目提到他会不会玩啊？可见的迪姐是，对，条件很好。对，谢谢，你为什么又流汗了？我有吗？OK， 对，有一点，他那个我刚认识他的时候，对，迪姐你好，喂，握个手吧，迪姐，你好，来。在网络爆红之后呢，生活有什么改变吗？就是会一举一动比较会被人家就是注意，对，就可能别人会说，哎，你是谁？但是你现在应该不敢素颜上街吧？我还是会买早餐什么的，因为我觉得如果买早餐浓妆的话，很怪。对啊，就感觉很刻意，而且还要出门很饿，这样玩了一整夜这样。对，它有酒窝又有梨窝，哎，各一颗，哎，这边是酒窝，那边是梨窝，哇塞，拼装的，什么拼装？天生的哈，你有没有姐姐或妹妹啊？有两个姐姐。哇，哎呀，下次带她来。你姐姐叫什么名字？哦，迪英。
请问一下，没办法，no。网络这样子红了以后，好处是什么？我就是可能有时候去逛街的时候，别人就说：“哎，你不是可亲吗？”然后就是会说：“哎，我很喜欢你。”然后照相，然后就可以便宜这样。坏处呢？就之前就是我在无名，然后他就是在无名的留言板，然后突然就是有一个那种怪北北，他就说：“就你有没有什么就是穿过的丝袜或裤袜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我没有啊。”他就说：“我可以一个月给你4万块，就你寄给我。”不是，你怎么知道对方是怪北北？不是提出这种要求的没几个正常的，我看不一定啊，对不对？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在想什么，你看布料想要买。人家丝袜曾经有过这个念头，举手。你看 ，OK， 来，你想买谁的？郑杰。豆花妹就很赞啊。谁？豆花妹。豆花妹丝袜你花多少钱？如果要买的话。啊，我很穷，几千块的话。我怎样？我现在有的要卖你了，跟我说价了。请问你是单身吗？对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现在工作压力比较大，所以先适合一个人。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？我喜欢有才华，然后就是外表要老实，老实看起来老实，老实，然后有幽默这样子。哦，那根本就是其中对啊。因为我们身高又刚好，我们三个里面就你长得老实，真的有才华。走个台步来，预备，没有一起去郊游。拍 MV 不是都这样？资源吗？资源吗？对 ，OK。如果有宅男来强烈追求你，你会考虑吗？如果谈得来的话，其实还不错哎，就是要看聊天的感觉。你有没有交过男朋友？有。多久以前？大概几个月前。为什么分手？就是因为可能工作压力的关系。他还是你？他因为他在当兵，可能就是你兵变。没有，我没有，就是你有。你看，他现在可能在逃亡。他在当兵之前，你们就分手了，这样？没有，还没有。可是就是他，他就是兵变。没有，因为我跟他这是有这种的。不是，你是受过伤的啊。英雄那个时候应该没有当兵。是啦，不是之前。OK， 那。你看过长得很呆的花火？像我之前有交过一个男朋友，就是他就是表面上很老实，然后又很高啊，然后也还蛮可，就还人还蛮好相处。结果他没想到，他反而是背着我，就是跟人家说他都没有女朋友，然后反而还会跟我讲说，哎，我觉得最近什么妹还不错什么的，所以我就觉得男生很难相信，烂透了，对啊，败类，对，人渣。还会等，还会等别人下课什么？细菌，对啊，蟑螂、老鼠，那个人现在耳朵已经烂掉，流脓，太烂了。来，我问一下各位宅神，从今天开始会关注他的，请举手。都会。哎，那个什么，郑杰，臭屁哦！你该关注人家，坚持什么你啊？我觉得我没有资格。哇塞！学他，我没有资格访问你啊！在激烈的，学长不要常常弄那招叫什么？起来，定杆呢？啊，定杆，对不对？厉害，完蛋了，等下有几个啊？还要再定4次？对，很累。OK， 好，那这个将来会想朝我们演剧剧院发展。有，还蛮有兴趣。那你想做什么？对，会想要当歌手，或是拍广告，或是戏剧，都想尝试看。歌都想尝试。来，清唱一句。我不想舍得，不想懂得，是谁惹谁，言不由衷，说话伤害都是不安犯的错，怕抱不紧什么，我多不舍得，多不懂得，谁说可爱才更深刻，彼此依赖是爱不是符合，能握着手就是幸福的。我们再来一句，他来一大段。你看，宅男们觉得他歌唱好听的，请举手。你看，踊跃，那个换成投入的，他还这样。
好，来，请坐，谢谢，谢谢可卿。拥有邻家女孩气息的可卿，迷人的猫眼和甜甜的笑容，真的是太卡哇伊啦！张胜才华大比拼，全盘皆输，没面子。真正的喜欢一个人的话，那个男人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？就是我也是喜欢有才华的男生。赶紧，赶快打一套功夫给他看，快点！不行了，不对，受不了了。帮忙！第二位，我跟你讲，真的符合你们想要的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太猛了，第一张就让你们昏倒，随手扶。失传已久的虎牙又出现，真的。第二张虎牙哎，我把它移过来一点。第二张好猛，这个虎牙到极限。哇！不是他的手怎么有点会吃的感觉？对，这是流行哦 ，rocker，rocker，rocker。来，请看网络评价。梦梦每天做梦都会梦到你，支持你哦。梦梦是我最美丽的女神，你很可爱，希望你有更多的作品，永远支持你，梦梦，梦梦加油！希望我每天都可以做梦梦到你，梦梦。梦梦，你是新生代女神，我永远支持你。来，让我们欢迎梦梦。这倒吹干什么？怎么走都 OK 了，喝酒吗？来，梦梦，来自我介绍一杯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梦梦。哎。21。你现在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？其实慢慢的在往这边缘的在游，演艺圈的边缘在游。对对对对对。那现在呢是就是网拍？没有哎，像我现在有在录一些节目。最近有感冒吗？有。对嘛，难怪哦，现在在啊录一些节目。什么节目？封神无双。封神无双哦哦，台哥那个。台哥跟那个顺哥，跟那两个老一辈的，你觉得他们两个谁比较好笑？都很好笑。不行，要讲一个谁？我比较喜欢台哥的梗。哦，那你像顺子。顺哥，你是不是结婚？没来，来不及啦。OK， 那现在是单身吗？哦、oh, ，对，真的单身，多久了？还蛮久了，因为之前就是有在网络上，就是我刚刚那时候发游戏单曲的时候，就出游戏的时候，然后就是很多人在问我的事情，然后在那个奇摩知识家发问，然后就有人就是把我之前交的那个男朋友的所有的什么抓出来，对，全部名字什么什么全部都有，然后我整个下风，然后后来就是都不敢叫男朋友。没关系，加演艺圈习惯就好，以后还有那种什么圣啊，什么素啊，什么慢慢都会有。我们这些前辈都有过，没有问题。我问你，全世界只剩下两个男人了，梁鹤群跟班杰，你会选择哪一个？哎自动退出比赛。然后其实我很喜欢混血儿。混血男。那如果说你真正的喜欢一个人的话，那个男人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？其实我也是喜欢有才华的男生，但是我很怕混血儿只是外表而已。赶快打一套功夫给他看，快点，不要客气。没有学过。
是不是，他刚刚也是乱比的，你以为他要学啊？哦，比像的就好了。气，不是，你不能只问他，那你问可清看看，哦，搞不好有我的票。哦，全世界只剩两个人了，班杰跟哦，不要这样，这样不公平。是，全世界只剩两个人了。哎，康哥弄一下，梁鹤群，哎，跟屈永恒，你会选哪？你怎么大叫？你是很惨吗？你会选哪一个？谁比较专情？我都结婚了，我对不对？我现在还没有离婚啊。专情，专啊，对不对？他可才刚分手，你看看他多坏。真的不是，梁鹤群，你跟屈哥比，你还不如我。来，你会选？选小梁哥好。哎呦，是因为屈哥结婚了吗？没有，人家就是要选你啊！谢谢，青春的肉体啊！啊，因为他差我们4岁而已。对。那如果是班杰跟梁，还是小梁哥？因为班杰比较感觉异性缘很好，会比较开放。表现三个萌的表情，好吗？预备，来，那个麦克风拿掉。预备，去一，爱萌，爱萌，来，为了怕被那个网友攻击，再错一次萌的，预备，去一二三，做萌的，预备，萌的表情，预备，去一二三，我可以学瑶瑶吗？可以，一二三。受伤，小心一点。力没抓好，翻过去。他后面还有三次。各位宅男，从今天开始会关照他的，请举手，一二三。我们带来歌曲是《记得》。收视率，这时候就狂飙了，真的。觉得他唱歌好听的举手。哇塞，没有人敢不举，我觉得。不会，他们都很欣赏，声音真的很可爱，对，好不好？好可爱，谢谢，来，请坐，掌声鼓励。拥有可爱虎牙的梦梦，已经有在节目中演出的他，相信未来一定能发光发热。一二三，厉害了啊！哎，这个，哦，这张，哇塞，班杰，你忍住哦，我要忍住，一二三，这个我靠，完全不同 level 哦，怎么会这样哦？太厉害了，这个猛，兄弟都抽筋了。网络留言，听说是混血儿。更神奇的是，还是客家人，会说客家干嘛？干嘛？怎么会这么可爱的天气女孩啊？天气女孩，她应该有在报天气。嗯，你是我倾国倾城的女神，看你报气象，就算外面下的大雷雨，我的心依然晴朗无云。哇塞，那个女的叫 Ice 眼睛哦 ，Ice， 她可能是 S A， 我是 S A。没关系 ，Essay， 哎，欢迎 Essay。超火辣性感美女，错过后悔万分。讲话无厘头，奇特行径炮火猛烈。请问先跟我们讲一下名字正确的念法。Esse。我是怎么拼？是
上只剩两个人，一个是班杰，一个是梁鹤群。因为小梁哥你现在有女朋友？国光帮忙先跟我们讲一下你名字正确的念法。ESSE。不是拼，是怎么拼 ？ICE。您是混血儿？对。跟哪里？我混西班牙。你这个进入网络这个世界多久了？我从小就用网络。不是。不是说从事网络多久吗？网拍之类的。哦，网拍。我17岁的时候就慢慢接触。不是，这一张是为了什么？可是这一张是很有架势的那种啊。一年前，哎，没有，半年，一年啦，将近快一年了。OK。哎，其实这个尺度算很宽呢。你们敢这样穿拍照吗？要。的举手。不这样子拍就没办法出卡。哦，不是，人家干嘛为了你出卡？全家人家出卡。OK， 那现在是单身吗？我现在是单身。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人？我喜欢要才华，不要再讲了。不孝顺，孝顺，爱干净，爱干净，然后没有才华。其实我觉得人好就好，我喜欢乖乖的。OK， 乖乖首要条件。你喜欢乖乖还是怪怪的？乖乖，乖乖的。OK， 那一样。这个世界上只剩两个人了。一个是班杰，一个是梁鹤群，请问你会选择谁？因为小梁哥你现在有女朋友？他没有，他没有。没有吗？你跟他一样看新闻是吧？刚脆。哦，真的。刚脆。脆了几个月。不要客气。好，就是他单身，他们俩都单身。感情的世界是现实。因为班杰长得太帅了。OK。所以小梁哥。比较老实哦，老实，老实，中路老实啊，可以啊，可以，这也是优点之一啊，人家就没有这个条件，很棒 ，OK 啊，很棒，对啊，我是怎样？哎，这样也算一票嘛，对啊。那请问一下，就是说你将来会走演艺圈吗？想吗？我蛮想走戏剧方面的，这还得了，一定第一女主角了，真的，那个电影，你看那个眼睛好大。真的那个好像有没有？好像闭着眼睛，然后贴一个大眼睛这样。喂，哦，对对对，大到这样子。而且他的脸很适合，不管大荧幕小荧幕。对，camera face。对，谢谢。你看看我们俩比在一起。哇塞！哎，请问你张开嘴巴是什么意思？他可不可以大一点？有在围啦，有在围啊！可爱三连拍可以吗？预备，一，哇，二。OK， 同场加映性感三连拍，预备，性感哦，不是可爱，性感，完全眼神勾人，哇塞，哇塞，没有，他没办法，他刚已经讲了要做5次，好做5次啊，没办法，要不然不公平，要不然被干掉啊。好，那个非常欢迎你以后再来我们节目上玩。来，各位，这一拖，觉得兴奋的请举手。你是艺人，你跟他举什么手啊？难到了，他出卡会买的请举手。OK， 太好了，好，那谢谢你，谢谢。混血辣妹 Ice 兼具性感火辣与沙里沙气的逻辑，宅男们是否心动了呢？下一位，一、二、三。哦，哎，是老朋友了，这不是
在我们节目里当过助理，是老朋友，也获选啊，真的哦。对，一、二、三。哦，猫，这个也有猫眼。对，哦，猫型眼，猫眼还是沙眼呢、啊？对，你我有出血啊！对对对对对对，有点微血管破裂的感觉。好，不知道好了没有？网络评价，嘿，好大的眼睛跟好棒的身材呢。哦，正点的哦，身材又辣，真的吗？眼睛也大大，为了这个妹再累也要找时间看节目。嗯，哦，不错，那你不是为我们了。来，怎么跟女神李玉芬有点神似呢？不过好漂亮，漂亮，眼神好甜，好无辜，好天真，跟天使一样美丽，身材又棒到不行。哥，要我女友应该每天都高兴死吧？没那一天。小米，你是我的精神粮食，再累只要看到你就精神饱满。欢迎小米。外面这件加十岁，真的，我不骗你，是太老气了。相信鹏哥，我不骗你。对啊，我们有，来，哇，我们帮你拿的。哎呦，再走一次，预备，没有的。是不是？害羞什么啦？害羞是。天性应该没问题，越害羞他们越爱，真的。哎，最近这样子，大家都知道你了，对你生活有影响吗？就是走在路上的时候，可能就是比较多路人会说，哎，你是不是小米啊？那我可以跟你签名，然后跟你拍照嘛，这样子。嗯，对啊。然后之前还有一次是我去百货公司，然后就有路人刚好看到，然后他就说，他就跑去我的无名留言给我说。我刚刚看到那个人是你吗？然后因为我一开始一直以为你应该是那个就是日本的那个 Lina。 OK OK 对对对对对对，就说 Lina， 然后我就说然后后来才发现是我，可是重点是我跟他完全不像啊，所以我就觉得莫名。是是是，对啊，可能某一个角度吧。红之后听说去夜店不用钱了。是假的，就去你们店里。全店半蹲上班。Ladies night, ladies night。早说嘛，那叫你那叫什么？刚刚 ladies night。没有啦，因为我有讲过嘛，就你们认出来就听见给他们优惠。对对对对。而且之前也常上我们国光嘛。对，以为是我们自己人了嘛，对不对？彭明生会来我们店里。你也很久没来了嘛？对啊。为什么？都在我们店里啊。开玩笑，现在是单身吗？啊，对啊。那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？哦，我喜欢那种娘中带 man 的那种。你说 Benji 吗？娘中带 man 还有？不是，是他那个，他虽然就是行为比较温柔。你讲讲几个，有没有代表性的人物？圈子里的小林哥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而且前面那个 title 没有什么不好的，对对对对，都没有被直接选哦哈，来马上为我们三连拍好不好？你要可爱的还是要性感？我觉得我比较适合走帅气加性感了。预备起，一。来一个最后一个可爱的，一二三，哎呦，好像混血，他在这个镜头混血，哎，奇怪哦，他们有一个特性，就是一讲要拍照，马上变一个人，这是他们的专业哦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我们自己人，我今天不用啊，定格，好，我想看。定格，还想不想当他店里？董生奎。小刚再忍耐一下，还有一个，好好吃。耍帅不懂分寸，惹怒在场嘉宾，太阳就死光了，只剩下班杰跟梁乐群。请问你会选择的是小杨哥，所以你选择小杨哥。一个来来帮我定。觉得
自己追到他请举手，完全追不到，你太高对不对？班姐在他旁边的，我登对登对，哎，很好，很速配，所以你也定感一下。维翔，为什么呢？来，请说。因为这是他的菜，我不敢抢。哦，哎呦，孔融让梨，很好。嗯，冠，我们是一起啊，我们一起。哦，所以说，哎呦，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多伟大！男人就要这样，真的对不对？朋友喜欢的绝对不能好抢。那个丹杰，你干嘛？他有一个特色，他没有去秀给他们看，可能会改变他们的想法。你说，他左边的耳朵其实是很可爱的，他把它盖。你看看另外一边的耳朵。你看他的耳朵是那种哦，你看这个其实是在宅男的世界是也是很卖钱的哦，招风耳就是这个对 ，Mickey Mouse， 他刚刚是没有去秀他，所以招风耳来说，行动哦，这可厉害，对，就很像那个美阿凡达，没有那么丑了，阿凡达，美国兔女郎啊，他们大部分都把耳朵弄起来这样啊，然后要不要弄两个大耳朵，女孩子耳朵很迷人，对，耳朵也很重要。我觉得好像不是，这个有点像那个电影 MID 里面的。不是，这做耳朵来一份了、啊，不会加点辣椒。好，那很高兴今天入选了，好，谢谢，请坐，掌声鼓励。帅气又性感的小米，拥有宅男喜欢的招风耳，会是今天宅男女神冠军吗？第一张。这不是真力吗？啊不是，你讲得很解嗨耶！不是宅男女神吗？对不对，鹏哥？我刚才还以为是小甜甜嘞，那更没 feel 啊！没有，开玩笑的。网袜，哎，穿这样子网袜，开玩笑。哇塞，是不是网袜？哦，这张就哦，对对，中国古典美凤眼，哎，凤眼，凤眼，嗯，来。来，可以看到寿司抱天气很开心，寿司是我心中的小太阳，我好希望天天可以看到你播报天气，加油哦！你就跟你的外表一样，你就跟你的外号寿司一样可口，你是我每天的精神来源，好喜欢看你报天气哦，寿司你好正哦，我超爱你的，欢迎苏喜。你好，苏喜，自我介绍一下，乐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寿司。是老残呐、啊，是老烟枪吧你？昨天喝到几点枪？对呀、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有点感冒，又吹冷气啊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头你不能抽烟，忍耐一下啊。忍耐什么？寿司三围报给大家听。32D 23.5，然后33。身高。174、52。172啊，52是什么？公斤，公斤，黑鸡。OK， 请问一下，那个现在是单身吗？哦，我是。单身多久了？单身快两年了。这样两年不交是为什么？没有遇到心爱的还是？没有遇到就是感觉对的男生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性？就成熟孝顺啊。成熟好，成熟孝顺。现在全世界男人都死光了，只剩下班杰跟梁鹤群。请问你会选择的是？应该感觉历练比较成熟是就是。小杨哥，所以你选择小杨哥。嗯，我跟你讲，我等你这个等好久了。哎，我刚撞到，我没办法定格，这个来帮我。诚意到了啦，康哥。谢谢，每次来都好累。OK， 好，那如果进演艺圈，你会想做什么？我想要当通告艺人哎。通告艺人，因为我记性比较差，然后没办法一次背很多东西，所以如果当不是你现在侮辱这些通告艺人，没有啦，因为通告艺人的话，你要有很多话题，随机反应吧。对你压力会比较小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讲话要好笑啊。嗯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收入不是很稳定哦。对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哦，没关系啊。哦，所以说他对这个行业应该还算是玩票性质的。嗯，还是有会想，因为很少人，因为我目前还是学生啊，在哪念书？在智仁高中。
高中，高中啊，高中，高中是我从小呀，十八，咋不会回？咋不会回？174，高三哦，兄弟，没有关系啊，你100岁也长不到170。长不到的时候才161，100岁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看他就要请他摸我们 pose， 来，那是性感的，好不好？三连拍，预备，起。给我杯威士忌好不好？感觉就很想喝威士忌，对不对？ Okay. 宅男们，觉得自己追到他，请举手。完全追不到，你看，完感觉的。那喜欢他的，请举手，1、2、3。为什么呢？来，因为太高，对不对？太高了，太高哦。他适合美国的市场，真的。美国的市场，对啊，如果他去美国的话，你是 marketing 是？班姐在他旁边的。对不对？哦，登对登对，哎，很好，很速配。来，你也定杆一下，快。雷神啊！不是你乱弄，叫给我们。对不对？你很会是不是啊？来，跟他一起走个秀给我们看一下。走秀，让你看到多登对一杯 music。OK。化掉融化，对小梁，你对他们这一对讲评一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看不看好了？乱弄！我刚刚弄一个那么好，那我们两个是谁啊？丢人！好，来，请坐。年纪轻轻就拥有好身材的寿司，如此吸睛外形，前途无可限量啊！现在呢，马上进行今天票选活动，好不好？大家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、哦，麻烦各位宅男，你们身边都有一个贴纸，然后请五位女生眼睛都闭起来，好不好？我们不会乱摸，不要怕。好，来，七位宅男先，来，请出列，预备，起，贴手背哦，不要乱贴哦。之外啊，真的，但是也是啊。来，接下来请我们两位那个宅男界的老一票，来为我们贴你心目中最喜欢的那一位，预备，请开始。你连贴纸都撕不掉，你让他撕什么？来，班姐先。不是这个，哎呦，班姐哦。不是，麻烦你下次发宅男发会撕贴纸的好不好？这怎么了？那钢头弄到不是很那个。有，来，好，来一杯气。哇塞！等一下，五位女生请睁开眼睛。不要怕，心中有鉴定。三票的一票的，寿司你真的太高了，市场啊，美国。那驹哥，如果你选，你会选哪？我选寿司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平常爱吃寿司。今天我们还是可卿啊，获得最多票。哎，可爱可卿，真的和蔼可亲嘛，是不是？邻家的小女孩，对，真的，所以大家都没有距离感。虽然说我们是现场大家来投票，其实五位来到这边都是经过票选的，对，而且都非常的优秀，没错。然后你们来到我们节目呢，让我们真的是啊蓬荜生辉，开心。好久没有录影录的这么的啊，这么振奋，开心。我从来没有在定杆定成这样，而且真的，你看我们他们这个外在条件啊，让我们觉得演艺圈的女孩子哦，新一代的都出现了。对，所以说之前那个什么。要涨价那些，真的什么东西啊？你们钱要死在沙滩上吗？真的，你们在演艺
艺圈发展成功。谢谢。选男主角不容易，最终考量好现实，太高了，是不可能练体操，再加上我哥哥就是个台客。如果以身材来讲，彭于晏跟屈永恒，你会选择屈永恒？坦白讲，体操选手的身高真的不高，平均差不多是170，哦，170以下，刚好。对啊，没想要换柯宇伦呢？票房问题啊，我自己讲。我们虽然有理想，不是现实。由于是周五晚间11点，三位。